主料虾500克，辅料白糖少量，姜蒜料酒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虾冲洗，切去虾须，虾腿、油头部虾腔处剪一小口，取出虾帮，再将虾背剪开，抽出虾线。 Step 2， 炒勺上火，放入适量油，烧热，投入大料，放入大虾，盖上盖小炸烩，等待炒出虾油，烹入料酒，加入精盐、白糖、姜末、蒜末，清汤烧开，盖上盖，用微火焖好透，再将勺一阵火，收汁为浓时放入味精，淋入香油就好了，盛出稍微冷却食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